气候变迁这件事情，我一直是从非常静态的知识得到的概念。我知道它影响我们地球非常的严重，但是我没有想到它是如此的真实。那我看到马赛尔的这所有的居民正在每天丧失他们的居住的土地的时候，那一刻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是事实，而且是逼近我们的生活的。所以我觉得这支影片其实带给我的那个感觉是非常实际而震撼的。如果我们相信我们这个世界需要被挽救的话，也许不是明天，而是现在，然后也许不是我们，而是我们这个个人应该在这个时候就要做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相信这件事是对的话，那么我们就有机会很快的时间里面把我们这个即将毁灭的地球可能有机会把它拉回来。